好重啊，非常贵的手工，我也很怕会搞坏啊。哪个贵喜欢哪个，我也得赔，也不知道谁发明出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 周笔昌。我会把今天的过程然后做成一个 vlog， 然后给大家看今天的妆容，不是很复杂的妆容了。我自己化妆可能真的就是非常简单的打个底跟画个眉毛吧，然后有时候就画个下眼线，再心血来潮的话就是在我这个眼角的痣这边然后画点东西这样。今天的妆就画完了，等一下我要去换上今天的衣服。哇，好重啊，就是这一件，它的衣服上然后是一个是有图案的，然后不是单单的只是亮片，加上了一些刺绣的东西吧，非常贵的手工，我也很怕会搞坏。那我现在就要去换咯。换好啦，那现在没有穿鞋，所以我现在要让大家看看我的鞋，然后也是比较 green green 的，它有水台，然后呢相对于好一点，它这里然后其实是软一点点嘛，然后不会直接贴地那么硬，不会那么容易累吧。这是今天的珠宝，包括一些戒指啦，然后会有混搭的部分，然后项链，耳钉，然后还有耳骨夹。最喜欢哪个？哪个贵喜欢哪个？我更喜欢的然后是它有原石那些款，对，像我自己戴的这个，然后这个上面然后除了钻石的话然后也有原石的部分，那小的然后也可以叠戴。而且这个小的掉了就很容易不见了，我也得赔。这是让大家看看拍定妆照是件多麻烦的事情，也不知道谁发明出来。拍照也拍完了，然后所以我等会儿准备一下也差不多要去现场了。那有猜到我今天唱什么歌曲吗？不过到时候应该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唱什么。来月亮去啊，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希望下一次视频见观。然后但如果你们想看什么的话，然后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，看看我心情吧。拜。